站在大爱馆外头拉二胡演奏乐曲，仔细看，志工王金福手上的胡琴是用铁罐做的。这弹弓啊，吼，这弹弓啊，咱单调就无路用啊，是不是？咱会当爱物惜物，延长物命，会当用的物件，咱甲回收再利用。环保胡琴吸引大家目光，琴声也同样迷人。废物利用还很好啊，好听吗？好听。我们都不要的东西，过来做几个回收再利用，真的是很棒的。这个跟环保都息息相关，所以他就想要用这样一个环保乐器来招来众啊，效果真的不错。在大爱馆推环保，王金福用自己的方式说环保，要大家爱物惜福。他说制作环保乐器并不难，30分钟就能搞定。把人家坏掉了不能用了，我把它拿来组合。是这样的，环保胡琴跟一般的胡琴，您听得出音色有差异吗？比一比，环保乐器的琴声多了王金福的用心在里头。大爱新闻黄子玲、欧阳光辉台中报道。